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峰，这是我表哥，他那个前几天从外地刚回来，然后一直说要让我带他出去干海，今天终于等到好天气了啊，咱们就准备去钓鱼吧。好，可以。你应该很久没有钓过鱼了。哎呀，十几二十年。那我今天再带你体验一把啊，好，看看能不能抓到，给他刷宝。等我们抓到的话，就拿去加仓吧。可以。这个季节的吃鱼特别肥，而且那个说价格的话也比较贵，也特别好吃。那我们要准备出发了啊。期待今天能带你发财。现在我们已经到这边了啊，准备放下去了。多，这个时候快满潮了，差不多八千分潮，我们就挑这个八分潮吧。一般人家都说那个八分潮比较好。鱼好多多呀，应该说大鱼多多。来，现在准备来钓了啊。现在我们准备给它收起来了啊，期待鱼多多。刘哥。今天你有没有口福？那前看你的运气怎么样？那绝对是没问题的，绝对没有。好，这个好了，到来了啊、哦！看来真的是有鱼哦，不错啊、哦！哇，你看，都是鱼。有没有你以前钓鱼的感觉？有。哇，这边你看都是鱼，你看他不来都不来，一来都来一堆，你看。可以，这一网可以啊。今天这一网可以啊，头一网就爆了。哇，你看黄鱼这么多，看来今天黄鱼也有抓宝。哎呦，不来都不来，一来都来一群，都是乱来的节奏。可以啊，第一网已经做完了啊，这第一网还不错，应该有个20斤左右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再放第二网啊，第二网我们要这个信网。信网，那天干嘛的？信网看能不能抓到更多。有鱼的话，我们肯定得舍得用新网，是不是？这下都没来放第二网啊，第二网新网看能不能开打伤。来，新网开打伤啊！下都没再来给它收起来了啊！啊，看来这个新网肯定要失灾。刚刚这一网就抓了几条鱼。哥哥，那我们就不下了吧，准备回家了。三次一把，好，那一网20来斤应该够吃了。够了。我们就要边切一边上岸啊，上岸就直接拿起下弓了。哥哥应该在外面都吃不到这个鱼吧？哎呀，马上打的还真没吃过。然后平常吃的话，应该是那个姑姑给你洗过去吧？哦，都是炖的，炖的肯定没有这个新鲜好吃。那肯定的。现在我们已经到岸边，全部写完了啊。今天这边应该有个大十几斤吧，还算还行啊，就敲了一网。然后那我们就上拿一家上吧，这个时候都连上点了。现在我们已经到烧烤老板的火锅店这边啊。今天这边你那个大的十一磅特点出来那个要来煮菜我一手，上次我们做的菜我一手是吧？然后今天先让我哥哥尝这边的菜我一手，菜我一手是。然后那个黄鱼的话，帮我拿点去油煎吧，就做的。油煎或者红烧都行。现在这个柴火鱼已经做好了，这个味道真的很好，来吧，试。是这样啊，嗯，这个柴火鱼味道很好，上次我们都来吃过，对吧？我尝一尝，嗯，但多起来的就是不一样，味道是可以，比较新鲜，嗯，真的不错，这烧烤老板的厨艺应该可以的，相当不错，这个做出来的肉确实很好吃，嗯，那这阿峰不怕盐的地方啊，刚睡醒。又开始了，就有这么好吃的。黄鱼也说了，来，这个黄鱼油煎的话，看看怎么样。来一个，味道对。这种鱼味道好，就是刺多。刺多对。这下我们已经吃完了啊。怎么样？有没有？刘哥今天跟我提了一天那个抓这个鱼，然后吃这个鱼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好，亲自抓了，然后外过来煮了，就不一样。有没有比你在外面的生活要好？差不多。吃的切的很好的。这边在回来的家的话，这个吃的鱼的话，有提一下，确实很好吃。今天虽然说没有抓到什么，没有到我表哥抓到什么货，但是今天我们也够吃了，还有可能还有剩的吧。还很多。对，还有很多，我们还吃不完，还真的挺可以的啊。然后油钱也没花多少，因为今天才放了两网。
平常优先都花100块钱充的，今天只花了70块，还算是剩钱了。如果卖的话，肯定是剩钱了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再见哦。